18年772980，上手感觉小型的母鸽，中小型的母鸽握在手上非常的顺手，真顺手哈，平衡感真好，肌肉也扎实，骨架坚硬，内脏也短，感觉上非常的顺手，非常的顺手。他的父亲是冠军的前弟，也是德国大名鸽吴婉浩的直系。母鸽外祖父是庄和角卫的前弟，外祖母是大名鸽535近亲的直系。非常顺手，非常顺手。德国大名鸽吴婉浩的直系。